假如你拥有了一张学霸卡，你要能考上清华，我让校长在地上爬。明天把你爸叫来，把听力总结办了吧。我要是个学霸就好了。这谁这么不长眼？明明知道我要被退学了，还学霸卡，真当我是小学生啊？来，我们找人回答一下这道题。老师点我，老师点我。别点我。王强强，你来回答一下。啊，老师，我不会，你就站着听。来，我们接着讲下一题。四分之一根号的平方。不对，我说的是最后一题。最后一题？最后一题可是我们下节课要讲的知识点。你怎么可能这节课就真的等于四分之一根号的平方？不可能，蒙的，他肯定是蒙的。这题我明明不会啊，难道是因为？王强强，别以为做对一题你就是学霸了。这次考试你要能考到班级前十，我就引咎辞职。来，大家把东西都收一收，咱们开始考试啊。哦，这手怎么不听使唤一只血啊？这能对吗？写那么多有什么用？到时候一发成绩还得是倒数。发成绩啊，向前第二，王强强第一。老师啊，他肯定抄我的啦。王强强，你是不是抄向明的了？老师啊，他99分，我考了999分，您觉得我能抄他的吗？那咋不能呀？就能。你肯定是99分抄了他的，剩下900分自己蒙的。我老弟，这个放上纵乐还得请教你呀，你一定得。王教授，您怎么来了？我是来找你爸王强强请教物理公司，有问题吗？找他请教，他会干。你把黄强强是谁？校长，我们班没有黄强强这个。我就是黄强强。哎呀，你被清华北大统治录取了，赶紧吧，再晚点就赶不上哈班了。你要能考上清华，我让校长在地上爬。程老师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要不我给您垫俩纸壳。